知道吧？你好好录啊，你别只录一个人啊。我觉得你再往后来一点。后面有人打球。斜一点。哎，这个。这个。啊，对。站好了啊，站好了啊。
镜头要镜头要稳，再辛苦再稳。没关系，你别晃啊。你别晃啊，看好镜头里面的画面。从高往低速拍那个，哎，对对对，对对对。哎，也不用这么高啊，差不多差不多啊，也不用这样，让你歇一会儿，好了吗？歇够了吗？来来来，拿着拿着。快点拿着。你拿着。我不拿。你这个是几千毫安时？少了，吃饭。我看到了，个十百千万一万零四百。你这几百块钱啊？三百？两百？忘了。假的，没怎么，你再给我打点。这里。
被 A4 纸划了一个很大的伤口，他的拍子拿不稳，半夜他会疯了。试试，来来来，来试试，来看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再来一场还是七局四胜？再来一局，现在三局输了，七局四胜。别说。他打不动了。一鸣可以明天继续。对啊，明天的。也可以明天继续。打不了，明天继续。我胳膊也不行。我不是给你撑着吗？这个胳膊，这个。爽了吗？嗯。请我吃饭吗？先记的。两顿啊？你把这个拿着吧。哦不，这样我拿着的话，这个姿势很滑稽，我就不拿。我可以把你拍的这个录啊、照下来，然后送给你。看不清楚灯光，这边灯光看不清楚。很清楚的。等会儿回去给我拷贝一下啊。不打了，不打了。还有点。打不动了。对。十一点呀，到现在。你刚才跟我说他腿都跑不动了。他住小白家。不然呢？他睡街头。住宾馆。每次来都住宾馆。啊，太贵了。能不能把录音的那个功能关掉？不能。你的手机怎么这么差？对，合力点打的太好了。半夜都打不动了呀！哎呦，你好重啊！混蛋，我胳膊都没劲了，我就全加在你身上。所以我说你好重啊，有200斤了吧？哎，你一听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是不是是不是？哎，你看你，你不是损人不利己，唇寒齿亡吗？算了，不录了，不录了，不录了，够了。